做日期的数据清理。你记住哦，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？这是降血压药嘛？那还有什么？什么忧郁症的药啊？什么？到时候我希望它直接资料汇入进来，这里的这个年度级别就要自动帮我算完日期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做的动作，它这边都会帮我记录起来。右边有看到，你还记不记得刚刚做了什么事情？刚刚做了一个，就是把医事机构代码从数字变成文字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他要写这样子的，他要写的函式是长这样子，就是医事机构名称本来应该是什么64，就是 type number，这边应该是 type number，然后直接就变成 type text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喽，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来看。好，首先，这是他帮我们写的。以前我都是要求大家要学会如何写这个，可是现在你连看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你只是做了一个功能，用滑鼠右键，不是用那个这边有一个叫 一二三，然后改成 A B C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建议你还是要把这个资料。编辑列秀出来，就是还是要多多少少知道人家自动写了什么程式。好，因为未来还希望说更进一步的研究有效率的一个撰写程式法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这个资料编辑列如何打开。好，请点选。检视表，请点选检视表。如何开启资料编辑列？一，点选检视表；二，点选资料编辑列。因为等一下我要请你看人家怎么写函式，听得懂哦？就是函式内容，因为到时候我们只要学会修改参数就好了。像例如说好了，请问一下哦，请问一下那个你会不会把医事机构代码改成数值？那是不是就把这个改成 number，对不对？听得懂哦，这就叫参数的修改。好，就是稍后我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教你，教大家。好了，请问一下。做到这边没有问题哦，那我接下来我就要去修改，我就要修改日期了。首先，这个我先缩小，好，来，请第一件事情，我现在要创造西元的，就是标准的日期，好，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哦，这是很重要的数据清理，好。第一件事，我会用复制的方式产生一模一样的栏位，所以先用滑鼠右键点选年度级别，有看到复制资料好吗？第二个动作就是如何产生一模一样的年度级别，所以一滑鼠右键点年度级别，二。请用滑鼠左键点复制资料行，就两个动作。好，它会跑到最左边还是最右边？为什么？最右边，为什么？那是新的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新的一定是？请问一下，假设那个学生，我们班级有30个学生已经报名了。新在报名进来的第31位，你为什么编成31？是想当然了，可以听得懂哦。好了，所以它在最右边，可以哦，一定不能插入在我们已有资料之间。好，所以第
最右边。接下来呢，我希望把这个100变成20一二一二零一一，对不对？101年就变成2012，以此类推，反正就是要加1911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会先在年这个地方直接切割变成两块，可以吗？就是我先把那个。当然，如果你这边只有三年的资料，你干脆叫100取代变成2011，可是这里好像有很多年，所以你就不可以用刚刚那一招。反正有很多种写法，有很多种写法。好，可是建议就是想出三种写法，然后挑最有效率。所以最有效率就是记忆体不要浪费。记忆体不要花费最多，好的方式。好，好，鼠右键，就是我现在要从年这个地方猜出来，因为我要取那个数字。好，所以如何分割把现有的数字都提取出来，所以那我就分割喽。所以滑鼠右键一，滑鼠右键点选。年度季别复制，二，分割资料行，用左键点哦。三，一分割符号，一分割符号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分割符号，请分割符号好了吗？三个动作，好，这个分割符号麻烦第四个动作，请点这个。制定就是选取或输入分割符号是要选择制定。下面请输入年这个字，年，然后呢，最左边分割处从左边数过来，从右边数过来，每个出现这三个随便你选，得到答案都是一样的。可以吗？一个是从左边数过来，第二个是从右边数过来的年，第三个是每次出现年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就不用选，因为三个随便选，那就用预设。确定，做完了。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是不是把它分割？因为分割就是变成什么？一百跟第二季有看到哦。好，一百是什么类型？数字，而且是整数。那个第二季是文字，可以吗？但是假设万一你的这个年度季别复制点一是不是整数，请你一定要修改变成整数哦，因为有时候它不会这么聪明帮你判断。就是假设你的第一格刚好是空白的时候，它就这个地方会判断错误。好了，没问题哦，这边一定要是整数哦。这个复制一，因为一百只有整数才能做加减乘除运算，没问题哦。来，请点，接下来我要把它转换成西元年了。接下来如何变成西元年？好，请点新增资料行，这边有一个叫做制定资料行。请点制定资料行，你看都是用功能。一，请点新增资料行；二，请点制定资料行。再讲一次哦，一，请点新增资料行；二，请点制定资料行。
为什么可以理解哦？接下来，请把这个资料行的名称，请改成年，算了，不要改，不要浪费这时间。来，这边这个制定资料行公式有看到吗？麻烦请这个可用的资料行拉下来，要这个。这个年度季别对取复制一，快速点两下，然后加1911，可以吗？这个我看能不能放大。可是我想应该大概了解了，这边要加1911是什么意思？然后请选确定。你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制定了？为什么刚刚不请你把制定改成年？反正，这等一下制定这个，这都我用不到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请把制定搬到前面去，请把制定搬到前面，就是那个制定要在年度季别复制点二的前面，这两个顺序要调整。会不会移动栏？就是按住栏位名称往左边拖移。好。接下来我要把这两栏合并起来了。合并你要先选到相关的栏，所以是否键就是你点到制定，对不对？是否键按住点第二栏，这样就选到两个栏合并怎么做？又是用右键了，滑鼠右键合并资料行，可以吗？其实我连上面我都不请你找了。其实你觉得上面会不会有那个合并资料行？一定会有，它在什么转换底下的合并资料行。可是我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去上面找，你用右键是不是更方便？右键然后合并资料行，然后可以的话，请把下面这个资料行名称改成叫做日期，这个日期是值得我们输入的。确定。你看哦，我们刚做的事情，这个合并资料行产生日期栏位，要写这一段程式。以前我真的一个就是教同学去打，光是打这个全班要全部打完，而且都要正确哦，一个小时。可是你们刚了不起三分钟，应该都做完了吧？做完喽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我们一口气到时候要做6个档案，全部都要一口气做完。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